是在这儿。今天吃饭去，赔了，不跟人吃饭了，自己吃。小小，你们戴口罩怎么办？是哪爷的？今天上医院去了，结果我女儿看见别人戴着口罩，她没戴口罩，哇，把我给我看。不叫人家看看人。今天去医院又去检查了，复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还是不算太好，还得吃药，继续吃药。还是继续吃药。有两个指标下去了，有一个没有。有一个指标还是不正常。细菌是吧？细菌还是。对，细菌还是很多，细菌反而又增长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增长了。对。不知道咋增长了呀？白细胞没有了，就是细菌又多起来了。吃个药的，咋办？啊！停哪里啊？啊！停哪里呢？开得过去呗。啊，是呢。开车开到那边也行。那我有车位，多得很。吃不消有啥？干啥吧？穿在一身衣裳乱，搁在那个衣裳，在那个衣裳。穿上穿上，那又穿了。哎，这拿着去。啊。那就穿上去去。嗯。回来了，不在家做饭了，上饭店里吃饭去。来来，俺买个肠。穿褂子就凉了，一会儿都冷。啊。和你一会儿咱那冷了。还得干呢，谁先干呀？那你这七月多少时间？啊，明天就开始正常上班了嘛。那你平时六三七，现在是顶1800。1800。我穿的是，都是这里，连一棍小的都是。啊，我抽了两个不？一家人穿的衣裳都是人家香港那个姊妹们给寄的。在里头吧，有小孩儿，有小孩在里头吧。这啥人不吃啊？得吃辣，得吃辣，吃啥都觉得不辣，就吃了不得吃辣。嗯。我是用水吃。又上来一个土豆丝。这个不辣的，小小能吃。那你反应？在外面吃得点几个小孩能吃的菜。哇塞，龙虾来了。哎，对。昨天没吃。现在是吃龙虾的好几天没长那么大。对，就吃这个味儿。对，这个鲜味儿。你说肉肯定肉多不了哪里去。啊，这是笑笑的菜。笑笑，这是你的菜。有你爱吃的虾仁，还有黄瓜。这叫麻辣鱼啊。嗯。我跟你说的。这不就酸鱼片吗？鱼片。对。对，俺要的微辣的，香挺好吃吧？
这就是一个鱼哦。对。那鱼骨头都不能。对。我这一烧就现在好吃了。就是亮性。哎。判的不错。嗯。哇。对。水多。